上来欢迎他们出场。首先欢迎的是著名音乐制作人巫琪，著名艺人心理医生杨全莲，资深的歌唱导师张金泉，著名的作词家齐哲全。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呢风雨无阻一直陪伴着我们学员们的四位导师。首先让我们欢迎壮志凌霄队的凌霄导师，夏日之声队夏慧导师，千方百计队方中浩导师，霞光四射队的翠霞导师，十强争霸谁主浮沉啊？是，那马上呢，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要出场朋友，来自于夏日之声队编号六的冯雪莲，给我们带来张惠妹的歌曲《简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如何？还好。这个声音，爱情本来就是很简单，对，不要想的，不要想的太复杂，想太复杂就是自讨苦吃啊。好，我们来听听评审怎么看法。今天雪莲的音准好像不是很稳定啊，某些地方有偏高。有些地方可能又稍微又偏低了，有点跑。是你今天好像声音的状态也不是没有上一次好。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是比较激情的那种感受，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触啊，就是因为选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要把我们从前的东西都挖出来。配乐有很多 attack 的地方，比如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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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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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跟着这个音乐的那个重点，要下那个表情那个字。所以这些你刚刚都是跟配乐有点松散掉了，不是那么 tight。这方面也要注意一下。OK， 那我是觉得有些歌你喜欢不等于适合你，这个你的缺点全部给我们听到了，所以会扣分。好 ，OK， 谢谢。雪莲，我觉得你唱轻快的歌会更讨好，因为张惠妹的歌是我们公认是肺活量很高的歌曲，你的声音声线是属于比较平淡的，就是说你的音域不是很宽的人，这种属于爆发的歌你尽量避免，除非你练好你的单品。我觉得也不会太差到哪里去，只是说这些老师都求好心切，因为你选择是天后的歌曲，就要把它做得更加的细腻。很可惜，我觉得我看你眼睛很大力嘛，就你唱歌这首歌之后把眼睛关起来，看不到眼睛，因为我觉得说有时候眼神的一个表示。一个运用的话对唱歌人是挺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的歌声可能杀不死人，演奏杀死人，加油。谢谢。好，那这个评语好像一般一般的哈。哇，居然，谢谢。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要来歌唱比赛，心脏要够强，心脏不够强的话，是有些时候听到
扣分，哇，眼泪就要流下来了。好，我们夏慧老师啊，已经流了。OK， 夏慧老师，雪莲是因为我们选了歌后的歌，所以有时候会比下来。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表现了，你也是会有让我感动，继续加油。好，谢谢老师。肢体语言还是用的不是很自然，就是我觉得一个就可惜了一点了。但是你听你的歌声，就是我们闭上眼听你的歌声，我觉得投入度非常的深，看得见啊，那有用功，我觉得是看得到，对，听得到。好，加油，谢谢。肖哥，你的声音真的好像一部那个敞篷车，很稳定，感觉到是很大男人那种。但是你有唱出你的痛。你的声音是很有特色的，而且声音辨识度很高，不管新歌旧歌你都要拿捏的轻重要分明，这个就是你成功之道。谢谢谢谢。还有，我是觉得今天我不喜欢一个动作，就是你一直看地上，虽然是投入，可是就失去了一种感觉。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珍惜。别忘记哦，因为你还是有观众，他们还是需要你看他们，不是一直看地上。哦 ，OK， 只要小心这一点。好了，对，谢谢。其实当局者迷嘛，我就不懂怎么样教好我的学生。如果你们给的意见，我可以，因为是你们给分嘛，看你们的面子，不是看我，看老爷跟夫人，所以就要迎合你们，所以我就把它再改轻一点，再柔一点。精彩，加油！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今天的表演，我看看评判了。我们先问这个第一次来听你唱歌的吉泽群，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比较要挑战，因为是周子平老师的作品。周子平老师的作品，他是出名在什么？他的细腻度。我觉得你的声音可能吃亏一点点呢，再细腻多一点点，这个歌就很出色。因为我听他的歌很熟，所以你可能还要多努力一点，才讨到我的感觉。谢谢老师，谢谢。我就在想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原来是你的表情，你的表情就好像是伤心还是不爽。他有不爽吗？有他的表情如果能够改变一点点，要把自己进入那个歌曲的字，你就会很容易的 表现出来，很幸运的。谢谢 OK， 谢谢。其实周杰伦有很多好歌，这首歌比较偏冷，所以我一直在要进入你那个状况，要感觉你唱出那个味道，但是我一直感觉不到。而且你在高音的部分，你好像一直在用很大的力在唱，所以造成你到最后你的声音已经破音了。你唱了这首歌感觉到不自在，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作为你的刘文正吧。这首歌曲哦的副歌的线条，周志平是做的非常华，非常 beautiful 的，难度是在这里。刚刚你就插了这一些很漂亮的这些线条，谢谢老师。没意见。OK， 老师，一个大胆的尝试啊，未必不好。但是我们是继续努力哈，我们就听所有的评语之后呢，我们拿从里面找出它的经典跟精华，我们就从哪里那个地方学习。谢谢老师。冠军可获得现金奖2500元，价值3200元的高级卡拉 OK 音响系统，价值13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以及价值300元的保健产品。亚军可获得现金奖1500元，价值2700元的高级卡拉 OK 音响系统，价值12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以及价值300元的保健产品。季军可获得现金奖1000元，价值1500元的高级卡拉 OK 音响系统，价值11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以及价值300元的保健产品。优胜奖共2份，各可获得现金奖500元，价值800元的高级麦克风系统，价值6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以及价值300元的保健产品。所有音响系统以及水晶奖杯均由以下赞助商提供。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他们慷慨的解囊。我相信这么丰富的奖金奖品啊，真的是我们所有参赛者们的最爱了。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水面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懂也不能懂，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白雪的痕迹。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醒过来。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可以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而在新的起，我就记得在哪里。
你有什么话要说？来，金泉大哥。巧巧哦，就这首歌中间有一些副歌的地方，它会带动我们进入歌的。今天你的声音虽然没有带我们到那个状况，但是也是有唱出里面的一些要表达的一些意境、一些故事。我觉得你今天唱是中规中矩，但是至少我们很喜欢你唱这首歌。谢谢老师。我觉得今天不管有没有进啊，你像一个很可爱的公主就可以了。你身败本是什么？嗯，对，对，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好了，享受当下。今天唱得很好，而且很漂亮的新娘就很开心，对吗？因为我们是女孩子吗 ？OK， all right。我是赞同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其实你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过来，可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技巧真的需要很多，你是完全在掌控之外。就像海洋里，直到我去再见，永远再见，就是生命的奇迹。我会再学习。哎，不过我觉得你的音色是挺好的，只要你选对好的歌曲。好，加油。好，谢谢，谢谢老师。小江，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这首歌曲的意境啊，被你带出来的，因为你很诚恳，而且你非常自然，这是你一直的很大的优点。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都要跟你学习。谢谢老师。谢谢。非常自然，这就是你的特色了哈。开心就好，不管有没有进半决赛，好不好？最重要在台上比赛不一定要得奖，不过比赛精神非常重要。对，这个体育精神，因为你的体育精神比赛精神，你会获得的是无境界，就是最高境界。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的时候还是故意用周杰伦的方式来唱歌，这是创新的地方。你们有抓到就抓到，抓不到就没办法。学得好快啊！要称赞你的地方就是你在歌曲的副歌后面之后有转 key 把它升上去，那个地方其实你的编曲是弄得很危险，因为它完全没有下一个和弦把你引进去这个新的这个 key。 你不能和我唱相声，但求你永远在心中。无论如何也要称赞你做得很好，谢谢老师。上次我看到你跳 hip hop 吗？好像小孩子。今天太过正经了，我有点也要笑，不懂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很好啊，你把生命当成是开心果，每天呈现，就在你呈现歌曲，我就感觉到，所以我很开心，也很期待你的歌唱。不管有进没进，谢谢你参加。谢谢。文生，看到你唱歌那种声线真的显得很老胎的那种感觉，有气无力的在唱，真是唱出了老情歌的那个味道，的确有另外的一面。今天你唱的挺吃力的，因为有几个部分好像有一点点非常不稳了但是我觉得进到这个环节已经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而且你们常常有很多的突破，突破有的时候未必是成功的啦，不过也是一件好事，以后的人就不会重蹈覆辙。我会很享受这个舞台，因为毕竟是来这边enjoy 这个地方这个 competition。 对，是今天我听你唱歌我心跳100，是的，真的我很担心你出差错，但是
我觉得你已经把你所要带出来的东西那种意境味道跟你的尽心尽力啊，为了黄金年华突破自己，这就是你成功的地方。他真的很卖力，他把不能把他的正事放一边，是的，他真的很不管你今天唱的好不好，你的用心就值得我们鼓励了，我们继续再努力好不好？很快的呢，我们就会公布成绩，到底你能不能进入我们的半决赛，很快就会揭晓。你喜欢不等于适合你，不是很自然，不够好，没有带我们到那个状况，做得很好。激烈的角逐考验了体能，也展现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那在这我们要恭喜我们八位能够进入半决赛的朋友，恭喜，掌声恭喜他们。与此同时也要非常的谢谢我们四位劳苦功高的导师们，谢谢，还有四位评判，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下个星期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呢就是半决赛了，哇，这个是比赛越来越精彩咯。是，希望所有的参赛歌手都加紧用功，务必要把这个水平再往上提，好不好？来，继续努力，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好，下个星期我们半决赛再见，希望继续支持我们的黄金年华之斗歌精艺，乐龄有活力。一场音乐大战马上呢就要引爆了。我原本以为你带我到五级芝麻山里，哪里知道你竟然带我们真的到了西藏高原。今天把歌跟舞连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是百老汇格局的歌手。给我的印象是，哇，就好像在我在看个演唱会这样。黄金年华之斗歌竞也是由爱多美润骨精金色的最给力主要赞助。一场音乐大战马上呢就要引爆了。我原本以为你带我到五级芝麻山里，哪里知道你竟然带我们真的到了西藏高原。今天把歌跟舞连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是百老汇格局的歌手。给我的印象是，哇，就好像在我在看个演唱会这样。星期五下午3:30，八频道。